小球王曾俊欣凯龟预约再战西班牙。回来了，在法国少年网球赛打下单打冠军、双打亚军的小球王曾俊欣，今天回来台湾喽。妈妈和家人带着连夜自制的海报到机场热情迎接。非常高兴我可以赢拿下这个比赛的冠军，因为大家团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精神上的就是补偿，因为大家看到大家，然后就是彼此的关心，然后我觉得其实就很足够了。在国外已经奋战长达三个月，曾俊欣难掩夺冠的兴奋心情。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长期以来一直的支持我，然后我会继续努力。最近有没有特别想回来想吃什么？什么都想吃。借着这次的机会，也许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做得更完整，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团队。曾俊欣夺冠后，在今天公布最新青少年网球排名，在14岁组稳居第一。体育署将他列入潜力选手培训计划，最高每个月有30,000元补助。体育署长何卓飞及网球协会理事长廖玉辉今天也代表教育部长到曾家转达部长贺电。曾俊欣回台后预计3-4月先参加全中运和台湾的比赛，最快5月会再到西班牙比赛，继续再为台湾争取荣耀。董新闻台北报道。